给你的是我在你的白水河底下，我慢慢去到那边。用的白水现在是用的板墙。你是不理解，那是吧？不是，这是用的板墙，板墙还有一个东西。那不是一百多斤的墙吗？哇，你也正好了，这里面还在积这么大。你晚点不是老起来给你晚点给你封上一下。这个小鱼塘收获还不错，还捞了这么多小鱼哦。王小鱼应该还有十几二十条。鲤鱼还有二十几条哦。放到那另外一个鱼塘，太小了，不能吃这个。我们捞完了。十三条小草鱼，这个鲤鱼还有十来斤了。这个还不放大点噻？啊，小鱼这下那个不放大点，一张都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还下个不放。